哦，很可爱，整个感觉非常好吃，然后呢，价格又便宜，也不会很便宜。对啊，前面的都蛮好吃的，都很好吃哈。来，老师要介绍的是这锅，对，因为我们刚刚都已经给大家吃了很多的这个西点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回来一下吃我们的终点。哇，这什么？美不美？漂亮。颜色漂亮，今天你看到之后会想到什么？芒果。所以我想，是木瓜吗？因为我感觉它好像有点木瓜的感觉。嗯，还啦。还啦。芒果西米露吗？嗯，芒果是对的，但是不是西米露，可是里面有西米。嗯，不是西米露，它是不是还有橘子啊？厉害耶，小镇。橘子啊，你不怪冰品太可惜了。真的哈，好厉害哦。可是我如果只有认出一个橘子就可以卖冰品，我应该很快就倒闭。太厉害了，就是它那个酸酸的那个，对，就是它的橘子，为橘子跟芒果这么配，对啊，没有想到它那个橘子虽然不是用新鲜的橘子，现在是罐头的那种，它是用罐头的，可是跟这个就很配了。老师，老师会不会因为芒果是芝麻酒席，会不会就是什么季节限定啊？有，那你知道我们台湾中秋节的时候就有柚子嘛？嗯，中秋节的时候就用那一种中秋的那一种台南的那种柚子做，感觉很棒。把那个橘子改成柚子。对，所以在我们台湾呢，你即使吃到这种港点哈，感觉也不一样，中秋的那个味道跟平常也不一样。小料哇腰啦，小料料啦，然后你看甜点还吃两份呐、啊。短时间。我们只吃了半碗，好不好？我们 Selina 老师在那边默默的吃，也还剩下三分之一碗。你又可以讲话，还可以加入我们，然后你把它全部吃完。我有训练过的，真的，我很厉害，是不是？